你说你是不是跟一个女的出去吃饭去了，长头发的？没有啊，我闺蜜都看见了。行，你不承认是吧？你信不信我立马让我闺蜜把照片发过来？行了，别装了，不就是想炸我的吗？然后姐姐会说原谅我，条件就是我以后不再也不能睡沙发了，对吧？啊，这都被你知道了，那还是牢狱答题吧。这才对嘛，我答错一题，从此不再睡沙发，全部答对，给我5000块钱零花钱就行，懂了吗？答题开始，顺口溜，女人一端杯，男人不能推。兄弟情深，喝酒平分。姐妹情厚，两杯不够。一斤美酒到了位。各种才艺我都会。你会什么才艺啊？你给我刷。一杯情，两杯意。三杯喝出好兄弟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。朋友一生一起走。一条大河奔浪宽。这杯必须一口干。有酒没菜不算怠慢。有菜没酒，抬腿就走。你不对，我不对。马路牙子谁来睡？人生难得几回。大哥抱着马桶睡。我要换题，我接下来说的话你要用绿茶的方式表达出来。我过生日你就送我这个。你陪我一起过生日我就很开心了。这里一天抽两包烟，你是不是嫌命太长了？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很大？还是你女朋友又惹你生气了？我吃的虾都是别人剥好的。你剥的虾一定很好吃吧？让我学绿茶说话，你做梦去吧。要我帮你泡澡吗？你等着，我明天我就花钱请人帮我出题。我要是赢不了你，我就给我姓。哎呦我的妈！等着吧你。